哎呀，我觉得我好像是爱上了比基尼僵尸了，可是我没有机会接近他呀。这算什么？没有机会就要创造机会。你说的简单，可是我又没有学过爱情宝典，我怎么创造机会啊？你教教我吧。好啊，那你想要缓缓靠近的机会，还是要马上到他的身边去啊？当然是马上了，我现在迫不及待的就想见到他。好啊，那过程可能会有点疼哦，你愿意以疼痛为代价见到心上人吗？当然，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要见到他。还真是粉身碎骨啊，快快。好，别急，我会快。我是小树哥，快放我下来呀、我还以为你让我快点呢。机会，喜欢记得关注水溶不完哦。